回到过去，试着抱你在怀里，这年代有一点稚气，想看你看的世界，在你梦的画面，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。时光音乐会第二期的主题是时光金曲点唱夜，嘉宾们和时光点唱人合唱不同年代的经典作品。节目播出之后，马上获得了不菲的收视成绩，在酷云平台上的关注度达到了0.5297%，在全国卫视频道中排名第一。周深的时光点唱人是刘畊宏，刘畊宏在近两年通过视频平台直播大火了一把，本人也成了话题流量担当。刘畊宏成名之后，和湖南卫视有着密切的合作。这一次，他作为飞行嘉宾，与周深合唱歌曲《回到过去》。这恍恍久久的等，时间在旁门不吭声，寂寞下手毫无分寸，不同的情种之刘畊宏自己作词的一首歌，两人的合作堪称经典。对于周深来说，最强辅助又上线了，他的完美和声为这首歌增添了层次感。喜欢他在这首歌清澈中的清新声线，特别温暖和美好，带领所有人回忆起了过去那些平凡却感动的年月。两人的合唱很默契，关键是周深的绝美和声让这首歌曲更有感觉，大家是不是也想到了那些青涩爱情的美好时光呢？黑暗已在空中盘旋，该往哪儿我看不见，也许爱在梦的另一端，无法存活在真实的空间，想回到过去，试着抱你在怀里，羞怯的脸带有一点稚气，想看你看的世界，想在你梦的画面，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，想回到过去，试着让故事继续，至少不再让你离我而去，时间的足印，这次回眸的痕迹，这样挽留不知还来不来得及，想回到过去。合作完这首歌之后，戴军问刘畊宏什么感觉，刘畊宏说还好有周深老师在身边，心里面比较有安全感，称呼中用了老师，安全感这是非常高的一种评价了。另外不仅唱歌，猜歌环节的互动也是精彩纷呈。没想到一开始金曲猜歌环节，周深就疯狂捡漏姐姐们的答案上了热搜。我知道，月光小夜曲，不对，亲爱的小孩，这是我经常听的。没事，你们都没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亲爱的小孩。恭喜周深捡漏成功。在金曲猜歌中，听完前奏，周深举手大喊我知道夜半小夜曲，结果猜了个寂寞。周深第一个举手答错之后，孙悦和田震补充了正确答案，
周深马上指出他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，简陋成功拿到一分，机灵的反应笑翻众人。时光一去不会，时光一去不会，我知道往事是回味，唱出来了。你又剪了是吧？来坐下来，这是我的。周深不愧是第二集时光家族的老妖，真的是个小机灵鬼，歌唱得好，人又活泼机灵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他。简陋王称号送给周深吧。有金曲有故事，主要还是周深带来的舞台都是那么完美，越来越觉得周深太美好了，在前面面前永远谦卑知进退。这期来了戴军，专业的主持人，周深在前辈面前懂得分寸，但偶尔还是去适时的 Q 流程。小小的身体里装着博大的胸怀，他不说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刘畊宏曾经是歌手。周深总是很温暖，去把别人美好的一面介绍给大家，和他在一起的人都会发光。游戏玩得认真，歌唱得入情。时光音乐会开胃菜之后就是正餐了，庄主模式终于要来了，而首期庄主便是孙悦。当宣布孙悦是庄主的时候，周深就在一旁唱起了就在就在就在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周深会考虑演唱这首歌曲呢？总之孙悦的经典曲目是非常多的，从预告来看，孙悦自己演唱的歌曲是祝你平安，其他歌曲目前则没有曝光。大家想听到周深唱哪首歌曲呢？试着把你在怀里，羞怯的脸带有一点稚气，想看你看世界，想在你梦的画面，只要靠在一起更感觉甜蜜。Thank you.